事情过了451天之后，我们家属跟基层消防员至今还是并没有等到一个真相。我们如果没有提供监视器录影带的画面给地检署的话，消防局从来都不承认有移车断水的事实。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你说身为一个母亲不痛吗？不可能。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了解当时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7个人进去有1个人爬出来了，那另外6个人就没命了。请市长兑现承诺。请市长兑现承诺。消防局回避真相。消防局回避真相。请市长兑现承诺。请市长兑现承诺。有媒体透过访问生还者黄玉祥的说法，然后透过阅读了很多起诉书的资料，希望可以重建大火的过程。然后当这份报道出炉的时候，我们消防局做的事情并不是去针对事发的经过去跟媒体的报道有一个对话，他反而是去攻击这个报道有错误，攻击唯一的生还者黄玉祥他的证词没有可信度。甚至我们还听到一个传言说黄玉祥他因为大火的这个经验太可怕了，所以他可能有 PTSD， 就是创伤症候群，所以他的证词没有那么足以采信那我们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消防局这种说法我们认为今天消防局的做法很明显就是回避真相，甚至是背弃基层。黄玉祥好不容易从大火逃出，勇敢说出这些事的时候，他遭到什么对待？他有1年多都不敢说他自己打过新屋大火，不敢说他来自哪一个分队，因为他怕他一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那个有 PTSD 的患者出来乱说话。我现在来讲一下我们现在之前新屋大火的时间轴。在2点51分的时候，指挥官喊了第一次撤退，之后他喊了7、8次撤退，但是没有任何回应。2点57分15秒的时候，我们得知那个无线电里面有人喊了救命，也是说在火场里面的人还是有机会可以逃生的。可是他下一个动作是19秒的时候，监视器拍到说消防车开始在卸水带了，准备要撤退了。现场指挥官到底有没有知道说新屋火灾里面有没有人员在里面？其实我靠的就只有一份，就是检察官的起诉书，它里面其实有非常详尽的根据无线电，它有做些访谈，但是它这些东西它通通放在附录里面，就它其实只是一个参考的价值，它并不是放在正文里面。所以其实我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只是去把这个检察官的已经调查出来的事实，然后加上其实桃园消防局他们自己也有开过会，那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周边的访谈，所以其实真相早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就刚刚凤霞妈妈有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家属要一直出来要真相？为什么要去停车？为什么要断水？这个事情副局长可不可以现在就是帮我？我跟你讲有没有移车？有没有移车？有移车。但是现在一个问题是，你们认为移车在前面，我们认知移车在后面，所以我们把这份的资料再给剪掉，再给监察院的资料都是 mark 下来，这个需要去厘清，因为我们不愿用。后面是什么意思？监视器拍到57分19秒在移车，那15分的时候，我还听到有人喊救命，就4秒钟，他甚至移车的时候，我还有准备动作，所以在这个之前，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们的那个这个在资料上都有写过，对，所以是写什么解释啊？我们的解释就是说，他这个有这个救命的时候，当初分队长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在喊无线电的过程中间，有人在旁边讲话，被录进去了，因为那是两个不同人的声音。但是消防局不是情收单位，所以我们也没有去分析说这个声音到底是谁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疑问题留下来。那分队长告诉我们说，他在谈无线电的时候，好像有人在谈这件事情。
那这个我们承认是有这件事情。那还没有确定人员都出来的时候，但是完全没有听到里面的人员还回应无线电。那无线电里面来讲，我们有另外一件事情哦，这个，有另外一个带队的同仁有特别提到过，他说哈，黄义强出来的时候，天龙烟很大，摸不到头尾的时候，是搜救队的一个同仁把他拉出来。那时候他们两个同仁就直接问他，里面还有没有人？是有这样问过，我只能看到这个，后面当然我不讲，因为我希望我跟他谈过。他说没有，好，没有关系，没有就他没有。可是他说有没有，不是重点，是你们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你怎么可以叫一个存活场面幸存的人？对，现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照标准程序下来做再清点。副局长现在还在攻击黄玉祥，我没有说他攻击他，现在还在，你不用跟我讲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你自己做的结论呢。当一个指挥官，我喊撤退，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没有人。你身为指挥官，你是不是该进火场去说，哎，里面的人进去的，我有几个人进去，我是不是要赶快出来？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中间等到2:58到了3:20的时候，才全部列队，所有的分队列队在那边清点人数，已经烧死了啦，不用再清点了，对不对？哦，然后呢，我现在了解是说，因为消防局人给我的是说这是散燃，那我想了解是在这个里面散燃呢，还是这个过后散燃？我想清楚这个点。好，你回去的话没关系，因为这个我可以给你们时间，你们去整理一下。我没有要什么，我只是要说，到底这个中间8分钟以内可以救人的这个黄金时段，怎么没有救？指挥官，你是不是有过失致死的嫌疑？好，黄玉祥所讲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怀疑过一次。但是现在要公开处理，我在这边当然那么公开了。但是他所讲的，因为有时间切点的问题，我们把它厘清清楚。所以玉祥所讲的，我们都那个，我们现在唯一现在搞不清楚的是，玉祥所讲那个水断掉在里面就断了，是怎么断的？因为我相信玉祥，我要相信我其他超车的同仁，他们说他们没有动水线。所以我们要去了解，第五，我们要的是第一个，消防局必须要停止抹黑基层的行为，并且对黄玉祥道歉。第二个，市长已经451天了，请你尽快履行实现就是真相的这个还给我们真相的这个承诺。可以承诺什么时候可以针对移车这关键的8分钟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给家属跟协会一个说法呢？因为我们的抢救科科长另外一个议员会刊，我个人给他了，给我们2个礼拜，2个礼拜好不好？这样可以吗？2个礼拜。